睇下呢度咧面唔面熟啊？呢度就系十号码头，呢度就系我哋嘅摩天轮，梗系啦。以前我哋喺度唱啊嘛，系咪？系咯。依家诶，今日有一个香港美食佳肴，佳肴怎么说？佳肴啊，香港美食佳肴巡礼。看起来还不错，嗯，美酒咧我就冇乜研究，同埋都唔识，我净系可以拍啲有咩酒俾你哋睇下。如果你哋觉得好咧，你哋可以去饮。咁咧就250蚊一张门飞啦，入边好似有八张票，可以喺八个摊档落试食八样嘢，系咪咁解啊？是啊，原价我仲唔知几多钱啦。咁我哋就入去睇下啦，系啦。睇酒我就未必会饮好多，但系咧，嘢食我就有兴趣睇睇嘅。几多号到几多号啊？好似今日到，我都唔知道。即系一转眼就入咗嚟啦。跟住咧，我有一个咁嘅嘢。这个坑是里面有八样东西可以吃，这个是杯来的。是的，这里呢就是中国的摊位。跟着我都没看得出什么东西，我们去那边走一下先。这个是吃什么东西？好像有些黑松露酱、雪糕啊。呢个是咩嚟噶？系一个蹦蹦床啊？唔系，系咩嚟噶？哇！呢件热闹好多喎，你想饮啊？整？系咩？食埋生蚝咯，同你搵生蚝边度？生蚝，哎，唔该，生蚝喺边啊？咩生蚝啊？系啊，好似有阵味嘅。大碗啊！试下你啲 whisky 啊！你帮你买。好似有阵味嘅。有嘅有嘅。佢本来谂住去搵朋友，但系闻到嗰阵生蚝味咧，佢就要去搵阵。哦，唔该。其实呢个桶咧。好像一垃圾桶咁，哎，睇到食嘢暗咗啦，唔系。生蚝咧，呢度都有嘢食噶喎，嗰个系咩啊？粤式化煲，即系炸油炸鬼啦，啊，猪手张卷，哇，两张卷食一次啊？是啊，他吃下面两个钱就是两张卷的意思。我们刚才问那个姐姐不见了。这边很热闹，为什么那边没什么人的？这边有东西吃的嘛，我想这边应该是日本区。日本？日本区。我们已经不见了他了。但是刚才那边不是好像在那边的。系咯，咁我哋翻翻去嗰边揾啦，系咪？你又揾 B 一定三 B？ 好啊 ，B 啊，依家揾边个？哎，靓女唔该 ，B 喺边啊 ？B 啊，嗰边就系 B 嚟嘅。哦，唔该晒。啊，嗰度有烧烤啦。Sorry。但是是日本烧烤喎，系啊，我头先应该唔食饭啊，你有冇食嘢啊？系咯。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系咪要揾人？呢度有冇生蚝啊？呢度有冇生蚝？冇生蚝。呢度有冇生蚝？你有冇想食嘅嘢？有机喎。
有冇啊？都幾歡樂㗎，嗬！我哋今日嘅導演依家就試緊咩話？一鏡到底，就一路咁拍。B 啊，呢度係 B 噶啦 ，B。我又聞到生蠔味啦。不過呢度係垃圾。B 嗰邊呢？因為嗰。你覺得應該是邊邊呢？這裡是0380，那裡就是二幾的了。這裡也會有東西吃，這裡是羊架麻辣，這個蜜瓜火腿，在這裡看看。哦，這裡很香的，是什麼來的？買給你，你吃什麼？味道你最怕星期五啊！仲唔系你？我睇呢度，呢度系啦，呢度系啦。快啲食呢个啦！得噶，只有得噶，好好食噶。佢中意啊，两张券啊，值唔值啊？重要蟹脚啊！食蚝啊，定系食呢个？饮酒先。哦，我哋搵咗朋友先。冻啊，佢好想你 send 俾 Stephanie。上咗五间都吸得你。我间间都系嘢食喎。你可以停一停啊！你可以停一停。你朋友嚟噶，你可以同佢傾偈啊，冇所謂噶。你幾好玩喎呢度？是你吃，你吃曬，係啊。其實你吃三樣嘢都夠吃㗎啦，食唔到咁多。有冇見到大明星啊？整一杯，你整一杯咩俾我哋？鸡汤嘞，但是比较特别一点。好了，那我要一点就好。金汤力要比较特别的金汤力。啊，开瓶！我已经喝了，我已经饮咗少少红酒，都几好饮。不过我哋都系想将啲重点摆喺食嘢嗰度。没关系，没关系啦，你不用。咦，还有配梅子粉，我很喜欢梅子粉。梅子粉简直是台湾美酒，发热的美酒，是一种很特别。好了，一杯粉红色的，应该就黄了。对，唔该，多谢你。
頭先個哥哥幫我整咗一杯金湯梨，係啦，我哋試下粉紅色嘅咩名？到你啦！系领命琴，系咯，系领命琴。又来了，戏精，戏精来了。好了，俾你饮晒啦，俾你饮晒啦。诶，其实我觉得头先嗰杯红酒几好饮，你拍翻我。头先系边支红酒？是刚才是这一支吗？头先我哋饮系咪呢一支？呢支系咩？呢个咧就系呢支好好饮啊！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支酒吗？这个是我们西班牙的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那多少钱一支？78块。港币吗？港币。那么便宜啊？对啊。那78块，很好喝，很好喝，这个很好喝，谢谢。对，很好喝，谢谢，78块，嗯，对对对，好喝，谢谢。我不会喝酒的，我只是知道这个蛮好喝的，很容易喝，很容易喝。对，有的酒就很苦。对对对。对，它这个酒精度也不是很高。对啊。嗯。还有什么介绍？完了，我要在这里喝醉了。刚刚我们有一杯这个。这个是我们粉红的，来。对啊，这个也蛮好喝。这个我们的琴酒。金酒。琴酒。琴酒。琴，弹琴的琴。琴酒。琴酒。为什么叫琴酒？它是应该从英文翻译过来，因为英文是 gin， gin， 所以它拿那个 gin。真的？这个是什么？我不是弹珠汽水，那你是谁？这个是美酒，台湾生产的美酒，那它是用这个天然的这个水，那个蓝绿藻是吧？海藻。台湾的蓝绿藻。蓝绿藻。我看来是你介绍比我好一点，而且你比较帅，哎。你放下。谢谢。谢谢。谢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你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白酒？白酒，好好好，白酒，来这个，白酒来。你要喝一下啊！哎呀，我要喝一下，哎、就给我一点喝才能。我唔识噶，一阵间我就。你广东话也讲得很好。我来了7年。我要一点，少少就得噶啦，唔该。啊，得啦得啦。哎呀，呢个系叫咩白酒？一个系咩酒？什么酒？这个是两种酒，50%拼在一起，沙当尼跟长相思。啊。两个结婚。结婚？那会不会离婚？希望不会了。我尝一下。刷一个 token， 刷一个 token。这个也好喝，这个多少钱？这个是228。那如果打开了，像我这种每天只能喝一点点，它可以放在冰箱里几天？放冰箱如果塞起来，最起码可以放1个星期。如果有这个酒塞，1个星期没问题。我问的问题跟人家酒一点都没关系。没有，你问的很专业啊。真的吗？因为它没有单宁，嗯，所以你打开比较不存在说走味的味道。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灵蛇线。我们这里叫。明年是蛇年，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是吗？蛇年的特，啊，这是龙年的。这个是蛇，这个是龙年，我姓龙啊。你属龙。我姓龙。啊，属龙，应该拿一瓶龙的了。不用，那个喝不下了。这个是龙年，对，你要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啊，那你把这个喝了，我再感受一下那个味道。没事，待会儿我讲。好不好喝？
那个我家有很多。好啊。啊，可以了，可以了。哇，你都不知道。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品牌伊里星，那西班牙做的是三种葡萄合在一起，那这个酒体很强，那已经是十岁了，2014年、哦、对，所以就是现在味道还是很成熟，一直可以再喝个3-5年都没有问题。好的，我们来试一下、嗯、谢谢。我帮你俾佢，呢、这个系美女也不错。那这个比刚刚喝的那个浓一点，对对，是吧？对对。其他我说不出。这个是，这个其实是比较贵一点的。这要多少钱？这个是要368。哦，那这个价钱我也会买。谢谢你，谢谢。谢谢哦，这个是有手工啤酒，台湾啤酒，然后有我们这里叫生层发酵，发酵上层发酵，在113，对，好完美。可以用这个广角，这个这样头先咧，我哋喺嗰边试酒，跟住咧就遇到佢同佢太太，跟住话佢哋喺隔篱做呢、這个。其实我都想嚟，系啊，德国咸猪手同埋酸菜，系啊，过嚟拍，近啲拍。咁、其实我对酸菜咧系有情有独钟嘅，因为我系北方人咧、我哋屋企嗰边都会有酸菜，不过同呢种有啲唔同嘅，系、咯。咁我试下先，我试下酸菜先啦。咁我就咁食啦，俾个碟仔我。好啊好啊。你先话我唔用空筷。好。有少少酸菜，攞嚿。呢个系皮。系。呢个系咩？呢个炒薯。豬手是不是都應該攞一嚿？下邊下邊咪啦，係啦，你攞開佢，吉一嚿。細嚿啲。係啊，細嚿啲。誒，不如就呢嚿，有皮有緊張。嗯，慢慢嚟。好，好。嚇，我哋有冇咩介紹啊？你哋呢個我哋公司出名嘅德國鹹豬手。咁係公司，你有冇鋪頭㗎？即係有冇餐廳㗎？有啊有啊。喺邊度啊？喺尖沙咀亞士尼道。啊。係啊。因為我哋間餐廳都有40年歷史啦。係啊，你俾張卡片我。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嗯，好食啊。嗯。啲好脆啊。誒，豬手同埋一個腸咧。嗯，兩個腸俾少少。腸係啊。哦。因為公司仲有其他產品，譬如芝士火鍋啊。芝士火鍋添，芝士火鍋係啊，嗯，我中意食呢個酸菜，係啊，喂，好多客都係可能淨係中意酸菜嘅，係啊，因為佢存在係咪因為佢有啲流咧？冇錯啦，佢等啲人醒胃啲，係啊，解咗佢咁冇咁流咯，因為淨係食鹹豬手就變咗好油啊，係啊，好食，好吃啊、嗯、多謝你啊，唔好客氣，唔好客氣，記得過嚟幫襯啦、啊、嗯，其實飲翻杯好啊，飲啤酒同埋食鹹豬手真係好好一個好好好配搭啊，係 啊我冇啤酒，但係有紅酒。Hello Hello， 我哋又嚟咗呢間，本來想揀食生蠔嘅，咁就俾好朋友叫住啦，又話俾我哋試食下。咁你可以介紹一下呢今誒依家呢兩個餸啦，一個蟹腳，一個生蠔啦，係啦。呢個松葉蟹腳咧，真係唔係講笑啊！真係唔係講笑啦。係啊，即係松葉蟹腳。真係成隻腳喺度。係啊，即係成隻腳係用人手拆咗個蟹腳啦，跟住我再用蝦膠啊同埋蟹肉咧，再
再包住個松葉蟹，再飲咗個炒咗個包香，再攞去脆焗咗佢，即係大佬好似雞髀咁嘅。係啦，好粗喎！我嚟啦喎！我嚟啦喎！係啊，嚟啦嚟啦！啖啖肉，係裏邊係有一條蟹肉喺裏邊，好食。啊，跟住咧，呢個係我哋用個係原隻港島蠔啦，加埋我哋辣嘅茄汁啦，同埋呢個芝士去焗咗佢，係又香又辣嘅焗蠔，真係要試清楚。又香又辣啊！係啊，究竟係少少辣，有啲煙肉咁樣，有鹹香味。究竟係香定係辣咧？試下啦，你幫我攞住啦，唔該。我幫你攞住先，好啦。嗯，都好鮮甜，係好鮮甜啊！同埋我哋全部用新鮮蠔噶，多謝。好，好慢慢試下先。嗯，好，仲有啊？有啊，好嚟啊！仲有啊？咩嚟？試下啊嘛！嗱，呢個咧就幫你揸住。呢個我留俾佢，你陣間佢食。呢個就我哋香蕉鴨肝咧，係法國嘅烏池嘅鵝肝㗎，你真係。呢嚿蟹係咪啊？係啊，呢嚿係啊。上面係咩嚟嘅？上面係一個活咗嘅肚啦。啊。因為鵝肝有少少脷，我哋再加甜甜酸酸嘅肚擺落去裏邊。哦，即係解。係啊，解嚟啊。小姐，影張相啊。係啊，係啊。好食啊！好食啊！呢個都好食。呢個係一個威靈嘅芝士。芝士啊？係啊，芝士係啦。芝士。有少少辣椒粉噶喎，係啊，少少辣椒粉喺上面噶，淨係芝士嚟噶，淨係芝士同仲有蒜蓉包咯，啊蒜蓉包，係啊蒜蓉包啊，係啊，可以嗱，今日 Wine and Dine 送酒就一流啦，好食，係啊，全部都好好食啊，記得認住啊，認住我哋啊，我哋去 TVB 一定經過嘅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我就喺呢度搭巴士嘅，所以特別親切啊，多謝你哋，好，多謝，呢啲間係泰國嘢，啊哈，芒果飯咧，呢個係木瓜。仲有哇，燒豬頸肉啊！啊，74。哇，燒豬頸肉。74。呢個都係酒嚟嘅。我頭先咧見到人哋攞好多芝士啊，我好想揾嗰嚿芝士。不過咧，我哋想揾乜嘢一定揾唔到嘅。頭先揾三毫都揾唔到。誒，呢個咩嚟嘅？青口，這個是你的了，這個是不是？好啊，去買吧，你去買吧，生蠔了，你去買吧，我不吃，你去買吧。不過這個蠔呢就 很肥，那個蠔呢就很扁。唔該，我哋有一份生蠔。Hello。生蠔。要幾多份？一份入嚟。一份，係啊。你幫我揀兩隻靚嘅好嗎？仲有龍蝦。龍蝦。上次咧係咩啊？誒，丹東道市集咧，我哋。啊是啊，去年直接都靚啦嚇，借好靚，加啲上次睇下我哋食完啲嗰啲生蠔啊，又買咗芝士同埋雪糕，食咩先咧？食咩先咧？食芝士先啦。嗯，好食。哎，整啲红酒嚟，仲有冇？嗯，
呢個雪糕佢加咗啲酒喺度，嗯，好開心啊！你哋要嚟玩啊！我依家用咗幾多券啊？用咗三張咧，三張，唔係五張。我哋總共有16張，而家用咗11張，係咩？陣間又打包翻嚟啦，打包啲咩好？我哋頭先咧就飲咗台灣酒啦、德國嘢啦，食咗好多嘢啦。今次我哋嚟食試呢個米酒，即係日本酒。我哋會逐一同你介紹嘅，希望你會中意啦。我哋頭先咧就飲咗四款，嗯，依家就會有第五款嘅。其實呢一支咧係一支紅丁嘅純米大吟釀，佢係一個 bad label 嚟嘅。咁咧會飲落去咧，會相對平時我哋飲起嘅純米大吟釀，佢嗰種清新嘅感覺咧，會多一種米酒上面的濃厚感的。啊，少少得了，我們都喝了很多，希望你也喝得盡興啦。這種是不是比起你剛剛喝的時候呢會覺得順口很多？我反而覺得這支是好喝的，待會給你試一下，待會我們下一個呢還會過去這邊還會有一些果酒的。好啊，我們過去那邊。好好好，我哋飲完咗一啲清酒咧，之後我哋會開始飲一啲果酒嘅。咁果酒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幾款唔同嘅柚子酒啊、草莓酒啊、梅酒嘅。第一款我哋會先試一下一個柚子嘅續酒。其實咧，佢嘅續酒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喺釀酒嘅過程裏邊咧，一啲剩餘嘅成分會剩翻喺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喺個樽身底下會有啲沉澱物嘅，可以先試一下。相信你會喜歡的，因為呢它是那個感覺很 sweet 啦，跟住它又不會特別甜，有一點酸味的話呢，最好的 aftertaste 有一點苦的感覺呢。我相信如果是一些不太喜歡飲酒或者其實不是經常喝開一些很濃烈的酒的人都會喜歡這款的。另外一款呢其實都是柚子酒來的，不過呢這一款呢就是一款清的柚子酒，你可以試一下這一款呢，個酒精度會低一點，而且它的果味會比較濃一點，好像會更加偏向好像喝柚子果汁一樣。就會甜啲啦，係啦，兩支都係柚子酒，不過第一支咧，因為佢特登做翻個酒精同埋個甜度嘅 balance 會多一啲嘅，係啦，呢一個就會果汁重少少，所以你可能會覺得甜少少，係咪？係啊，好好飲，好飲。好，最後咧呢一款咧，可唔可以俾支士多啤梨我？除咗士多啤梨。但士多啤梨咧，我要先同大家講下先啦。其實佢係偏甜少少，不過咧，我希望我斟多少少，你飲咗一半先。我哋會再 mix soda water 俾你感受一下。如果平時你一啲飲緊一啲好甜嘅酒嘅時候咧，如果加一啲 soda water 咧，會有啲乜嘢嘅變化？你先飲咗一半先。士多啤梨。是相對比起你啱啱飲嘅兩支柚子酒咧，都會比較甜嘅。但咧，我哋用翻一比一嘅 soda water 去拼嘅話咧，你再飲下，多咗啲氣泡嘅感覺，同埋咧佢就會冇咁甜，就會用順口好多啦。其實咧，有陣時候我哋都可以去試一下將一啲唔同嘅酒，有陣時候你覺得好甜咧，我哋可以配搭一啲唔同，好似整成為自己嘅 cocktail 嘅話咧，都會係好特別同埋好好飲嘅。多謝你，希望你中意。中意，中意。是他去了金鐘。你拍一點，拍近一點，拍近一點。剛才士多啤梨啦，這個是 後面那個柚子，我喜歡這個，這個很好喝。還有呢，它沒有那些添加劑，那些味是果味，真的很純正的果味，會有些果皮的感覺。這個價錢呢就是$300三支，是的，我覺得 OK 的。這隻我們是 A206 啊，是啦，日本館是日本領事註冊的才可以做的，所以真的可以來試一下。阿里嘎多，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 Thank you。 我們叫了這個，因為我們剩下5個。
燒緊芝士啊！燒完之後咧就倒落去。啊！哦，原來係薯仔、腸仔，係啦，啲芝士喺度烤緊。我们等待花开，却往世事无常。手心的滚烫，后来一点点变凉。那些忙，那些慌，我体谅。